花职员夹 N 包卫生纸，夹娃娃机每天被扫台。抢抢抢抢卫生纸成了全民运动，但休蛋起来这边不用抢。夹娃娃机这次不放娃娃，改放让全民疯狂的卫生纸，而且上头还大喇喇写着20元保证夹物，不止吸引婆婆妈妈凑热闹，就连国小小朋友也被吸引挨着手气。啊，你花10块钱夹那些啊？小弟弟第一次用10块钱就带走一包抽取式卫生纸，还有3小包面纸，而这位先生也不遑多让，就是要涨价了，啊，所以觉得蛮划算的。花了30块加了3包卫生纸，大包的。3包卫生纸市价大约80元，这位先生用30元就带走，到底哪来的业者这么佛心？你可能成本6000块加租金，可能一个礼拜内赔完，可能赔接近10000块，不知道说回馈给大家。原来业者为了表达对政府万物皆涨的抗议，买了10箱卫生纸，准备放到娃娃机里头，用比市场还低的售价让客人带走卫生纸。而这台机器预计摆放在高雄光华夜市1星期，想试手气的可别错过了。地方中心高雄报道。